哦，神女大人啊，她在小麦穗家里，孩子感染风寒，神女大人在给她驱除病气呢。 接下来静养一天，便可痊愈。神女大人的医术真神奇啊！不愧是继承了呼月神血脉的人。我最近有点腰痛，也想麻烦下神女呀。哎，神女大人要为了桃花节的舞蹈练习，小病啊，还是不便打扰她了吧。也是。 这种治病方法很神奇吗？ 的我能做些什么呢？
觉好厉害。季明，两日后便是桃花节了，时间有点紧迫了，今天也麻烦你多指导我跳舞了。喂，季明。桃花节将近，我要去祭坛那里帮忙。寿君那边缺人手，你能替我去杀猪吗？没事。村长会杀，你帮他把猪按住就行。季明啊，大牛找的人是你啊？之前有杀猪的经验吗？好，我还需要磨一会儿刀，在此之前啊，你先帮我把猪给压住啊。直接压住他就行了，呼月神会原谅你我的行为，洗净你我的污秽。
对不住了。
深呼吸，放松。这个铃声响起时，你会变成另一个自己，迷茫，人生无望，甚至一心求死。你无法回忆过去，无法看到未来，只有当铃声再度响起之时，才能找回原来的记忆。那时就到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，大侦探。集团董事长的千金在一周前离家出走，目前失踪了三天，需要你将她带回来。我们是上市公司，这种负面新闻对公司发展很不利，要悄悄地把她带回来。我们解锁了她的电脑，她是因为一个网络传闻而出走的，桃花源的传闻。
你认真的？确定要这么做？好吧，反正你都给我钱了，就按你的意思吧。不过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催眠成一个情场失意的背包客？你把自己催眠成这样，如果进入深山失踪或者自杀了，我可不负责。行行行，不给我添麻烦就好了。接下来我需要你思考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铃声，作为催眠术中的锚点。我们行内的术语，简单来说就是需要你想好一个声音，可以让你开始和结束催眠状态。催眠术的持续时间你想设置成多久？好，我会按照这个时间设置计时器，你睡着后我会把它放在你身上。你去躺着吧，我布置下环境就可以开始催眠了。对了，催眠术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暗示方法，为了防止失败，我还需要你想一个名字。名字和记忆关联性很强，你如果继续用现在的名字很难被催眠，所以需要想一个新的名字。
你来了村里有一段时间了，怎么还是不懂规矩？晚上就应该是享乐的时间，把自己关在里面多无聊啊。出来吧，出来吧！别让我白来一趟啊！敢不理我，我弄死你！开门，开门，开门啊！你呀，朱罗，朱罗，你这是在跟我讲道理吗？可笑！既然打不开他的门，你就来陪我玩玩吧。这东西不错呀。
大牛，那只羊怪吵闹的，快把它宰了吧。这是。这是什么可笑的武器呀、啊！这东西不错呀，去死吧！这是。这东西不错呀。去死吧。
这是。把他杀了。记得了，在这里待久了，很多东西都忘了。如果你再晚来一段时间，我可能会完全认为自己是这里的村民。抹掉了我的记忆，晚上时我也躲在房里不出门，所以知道的事情很少。我只是知道，只要躲在房里，山鬼就不会进来。山鬼擅长化形，他们用村民的样子做事并不奇怪，但是我看到很多个山鬼，他们的样子都和村民们有所对应。
我从未见过七面獠牙、长得不像是人类的鬼，见过的所有山鬼都是村民的样子。要去哪里？不要去那里。我去过那里一次，那里都是山鬼，如果他们抓到了你，折磨你，会杀死你。我不想你死，如果你死了，我会逐渐忘记一切，我会忘记我自己。季明，早上好啊。季明，再给我讲讲外面的事儿呗。
季明。季明，今晨你没有来，我便自己练了舞。明天就是桃花节了，你能再看我跳一遍舞，给一些建议吗？